眺望无尽道浪与湛蓝苍穹，这里的生活享受如此简单而无可取代。获得国际认证的曼城，时间在这里的影响似乎淡了下来。凤麟的故事该从这儿说起。凤麟地理位置呢，120平方公里，60%以上呢都是客家人，所以保有传统的文化。目前呢，全台湾剩下没有几个地方有烟笼，只有凤麟这里保持烟笼呢是相当完整。凤麟得到曼城以后呢，在全台湾，在全世界呢，能见度都相当高。我们观光客增加可能有1-2倍以上，所以在这里看得出呢，我们凤麟呢一直在蓬勃发展。犁田山因林务资源丰富，为台湾四大林场之一。在日治时期，伐木聚落之兴盛，更有小上海的美名。随日人迁入在凤林镇，引进烟叶的栽种，用于烘烤烟叶的烟楼，则随之耸立田野之间，成为独特的景观。时至今日，这里仍是保存烟楼文化最完整的地方。凤林的人口以客家人居多，来到这里除了品尝道地的擂茶，也可体验客家文化与勤劳朴实的生活方式。田野间因体恤母亲年迈而回乡创业的美好花生，则将传统的客家炒花生结合艺术，品尝花生在这里变成了一种美好的生活形态。我妈妈大概60岁那一年，她觉得她可能不想要再做下去了，去审慎去思考，觉得也许我们年轻人来接手，或许可以把它再做得不一样，又开始从炒花生变成有做花生酱、花生油，一直到今年，到去年底，我们就开始又在现场的这个空间里面啊，我们就开始卖花生汤。我们可能会跟很多不同的艺术家合作，让农业跟艺术之间有一些串联，这是我们未来想要再发展的重点。中午时分，循着独特的香气转进巷弄，炸到外酥内嫩的臭豆腐铺上满满韭菜，再淋上油糕，吃着街角小贩独有的豪迈吃法。如果兴致不凡，可以造访赞叹工坊，品饮在地手工精酿的啤酒。我们在地的所谓的精酿啤酒，都是我们用自己的这个最真实的这个材料来做，采取它的叶子、它的种子、它的花，来萃取它的香气，最好的材料，那么最好的方法呢，来进行这样的制作工作，所以做起来又有乐趣呢，又可以享受。获得国际认证的曼城，吸引了许多青年与新住民在此定居。认真而用心的面对梦想，则是他们一贯的生活态度。回来返乡，想要在这里能够生根的年轻人，就是有才华的、有想法的或想创业的，我们就集合在一起，所以就有了这个小电棒的产生。如果喜欢新鲜刺激，则来到北林山村社区，如同万圣节般在农历7月举办的百鬼夜行嘉年华，也欢迎您一起来烟楼与田野间扮鬼，共襄盛举。仓促而忙碌的都市人，今晚入睡之前，您是否感到心灵富足？后山的故事如此精彩，未完待续。
人唱山歌，从这一座山唱到那一座山，唱很慢，比如说张爷的泪洗呀，其实就是很慢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花莲呢，很多原住民朋友他们擂起来就比较豪迈，他们擂起来，那如果很多人那又可以，就是很快很快。分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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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抬架，抬架，擂了了。哦，分羊抬架擂来了，来洗擂叉。对吗？对吗？越南话。